起来了， 果然是陷阱吗？那些平台在牵引着其他台阶移动，那块红色晶体从它内部出现了高能量反应，快躲开！共创体怪物似乎也是被它召唤出来的。哈，那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小 T， 跟我一起打爆它！嗯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听我0019。OK， 我来给你们开路。抓紧时间。时间0019，全武装展开，目标进目。生火试炼，可以走，只能向前面的台阶移动了。想办法到达最前端的平台，让这条好动的蛇停下来。这次换成远距离攻击了。这个大家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？
现在进行反击。这究竟是什么？就算是魔剑神界的最终 BOSS 也没有这么夸张啊。难以置信的体积，刚刚的那些台阶原来只是他的手臂。我说咱们现在转头跑路还来得及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，莱尔？再说也没有地方可以跑了。呀，来帮你了。这样又是那种叫声，是从那个巨人的身体里发出的。难道这就是洛克尼？我们要怎么和这种庞然大物作战呢？0019，卡洛尔，有什么想法吗？哎，队长，你问我，这种时候难道不应该给我下指示吗？越是危急时刻，才更要集思广益。哦，我想想，我们利用洛克尼周身的平台来进行移动，再伺机进攻。好主意。连布拉尼亚队长都。神火试炼，闪！不行，这片平台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。一旦没有躲开，就会受到重创。那就先从手臂开始破坏这个庞然大物吧，找准时机进行攻击。神火试炼，闪！0019，界面模式启动 ，Final Shot。
我们的外星朋友样子有些不对劲，他想把我们诱入大境，赶紧越过这些红线，移动到别的平台。电光如影随形，
骗你们吧。啊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难道我们就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吗？不要放弃，继续尝试攻击。使用联合白热系统，全力以赴。全力以赴。是，队长。好，这是。原来如此，基于月光王妃的技术衍生出的崩坏转化装置。有意思。算法还不完全吗？这也没办法啊，毕竟人类的知识存在界限。啊，这个家伙好吵，能不能闭上嘴啊？卡洛，不要分心，还指望你的拳头呢。哦，哈哈，真让我吃惊，原来还藏有这种可能性。看来计划可以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，毕竟即兴有时也是必要的。啊，月之魂在发光。这是什么？身体感觉好轻，力量不断涌出来。全力以赴。有效果了，我能感受到米酒枕头传来的手感。哎，能看到裂痕了，我们可以做的。是时候把我们放出去了 ，Lakini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个大家伙安静下来了。天上之人都可以讨伐阵我，最终阶段开始。看来你们小看了他。既然巨型身躯并不是 Lucini 的本体，再怎么攻击也是浪费力气。我们需要找到虚空万藏所说的 Lucini 的真体，那些质感和刚刚的碎块相近的部分。没错，我们得分头去找，你和卡罗尔往上，去 Lucini 的头部寻找真体。收到，前辈，我们走。提米朵、莱尔，你们往下方搜索。这有组合。嗯，交给我们吧。夏意。中层就由我们来。不管天上之人的阴谋是什么，我们都要在这里将其斩断。没错。0019，全武装炸开，目标静默。雅一，我们一起击碎他。火烧魔君，电光如影随形。0019，全武装炸开，目标静默，了结他。不让你，我们上，目标击破。小提，找到真体了。嗯，开始攻击。该说再见了，小提，就是现在。明白。哎，哈。